十三，弘毅大典，扎鬼扎三，吉兰瓦十三，扎鬼扎三，吉兰瓦十三。因为我老婆是基隆人，所以我在大武仑附近混了也是有六七年之久啊。那当然呢，这就是为什么我对基隆如此关心的原因，不管是之前我老婆还有她家人的工作，还有呢这个附近的生活。那现在的在这两年之下呢，其实真的发生了太多的事情，那不管是这种阿爸的这种执法的方式，又或者说呢土地的特定的厂商，这些呢不但是没有建设基隆的一个问题，而是甚至这些钱都不知道流往哪里。因此呢，我觉得公民要发出怒吼，这绝对是一个在民主社会必须要发生的事情。那我们今天能够站在这边，我以一个基隆女婿的身份，也希望能够加入到这样的一个大家庭。十月十三是我们基隆的最大的一个民主盛事。那不管结果如何，我想让大家都知道，这就是台湾的民主。也请大家后续一样，不管结果如何，都要去了解基隆发生什么事情。最后，十月十三统一罢免，请大家勇敢站出来，谢谢大家。其实最一开始发起的时候，没有想到会到十月才到投票这样。那我们其实最一开始预估乐观当然是七月，那再不济可能也是九月的时候就会投完票这样。那可以到十月份，还有这么多志工来参与，真的是要多亏很多的基隆人，甚至是外县市的人一起来帮忙，然后才有办法从发传单，然后收取站点，然后再到现在，不管是车油、街少、站街口等等，其实都有很多的志工在帮忙这样子。那就是非常感谢所有来帮忙的基隆人以及外县市的朋友，那大家就是一起关心我们的民主社会。十月十三，统一罢免。